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农业气象。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小叮咛。第一点关于就是周二、周三的时候，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，在北部、东半部呢是阴雨的天气为主，中南部呢阳光可以露脸。礼拜四开始呢，冷气团啊，还有华南云系接续的影响，那么各地呢气温会显著下滑，并转为阴雨的天气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农业的部分的注意事项。就是、第一个就是这个冬春的时候啊，养殖管理啊要注意。第一个呢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寄生虫还有戏剧性的疾病。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培养这个健康的鱼苗。 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养殖管理措施的调整哦。那么，例如，例如啊，像这个在立春之后的话，东北季风南下或者寒流来袭，那么气温呢、啊，很容易骤降，或者是这个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，那要留意这个养殖物的紧迫的状况哦。那要特别留意，的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低温特报的发生，提早做好防寒措施，并且留意池温与水质的变化。好，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分析。 在礼拜二的时候呢，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哦，那么容易下的地方是在这个北部啊、东半部地区为主。其实麦天天气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，那么整体感受起来的话，啊、呃，都还是比较寒冷的，尤其是中南部日夜温差拉的都比较大。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呢，这个持续是这个东北季风影响，而且呢华南云系啊逐渐靠过来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。 中部以北的降雨啊，会明显的变多，一整天都是比较湿冷的天气状况。那么南部来讲的话，影响还可能还不是说非常的大。那么到了这个礼拜四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水气啊，还是一波一波的过来，而且呢，整个西半部地区啊，都有降雨发生的机会了。那么合并呢，这个北边的这个冷空气啊，又要加强南下，整体的全台湾来讲的话，都是一个比较湿冷、比较不舒服的天气状况的。 那么到了这个呃礼拜五的时候的话，水气啊逐渐通过了，但是后续来讲的话，这个强冷空气啊就一一度的这个往南南下，所以说在北部啊、东北部地区呢，低温剩下大概十度、十一度；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呢，也只有在十二三度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场的分布。未来几天来讲的话，台湾附近都是吹的都是属于偏东北风哦，所以说在迎风面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下雨的。那么到礼拜三、礼拜四之后的话，华南水气啊通逐渐的通过全台湾，尤其是西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状况。接下来。 看一下这个呃，地方降水预报。从未来几天预报图可以看到，到了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啊，甚至到礼拜五呢，其实呢，全台湾呢都是比较潮湿的状况，降雨的区域呢都比较大，雨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沿海的这个风浪的风力跟浪况哦。那么台湾附近来讲话，都是属于中到大浪，那平均的这个呃浪高啊，大概都在一到三公尺。那么平均风大概是在六到七级，阵风大概八级左右。 那么呢，在这个外岛部分来讲的话，一样都是属于大浪。那么呢，平均风啊六到七级，这阵风可以达到九级哦。那么呢，平均的浪高都在大概三二到三公尺之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潮汐的变化。台湾附近沿海来讲的话呢，在这个竹北啊、无期是小潮、哦，那么呢，在恒春是大潮，其他地区呢是属于中潮。那么一样每天两次的满潮时间点，请大家参与我们背板上面的资料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外岛的潮汐哦、喔。外岛来说的话呢，在蓝雨呢是属于中潮，其他各地呢是属于小潮，一样每天两次满潮时间点，你家参与我们背板上面的资料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趋势预报。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呢，未来一周的高温会从十八度，呃降到大概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呢是三十四度啊、喔。那么低温来说的话，会从十五度降到礼拜五、礼拜六呢大概十一度左右。 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，未来一周的高温、啊、大概在二十七、二十五到二十七度，然后逐渐降到礼拜五、礼拜六甚至礼拜天呢，大概就二十到二十二度。低温来讲的话，会从这个礼拜一的二十度降到呃礼拜五、礼拜六只剩下十四度左右了。好，那么呢，以上就是二月六号的农业气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